原标题史上最铁血酷吏，因发明一个成语太耀眼，结果被汉武帝斩首。汉武帝时期有一个人名字叫乙祚，他小的时候就非常不安分，喜欢舞拳弄棍的，而且还和一群少年的伙伴在大陆上当强盗，一起抢劫商人。官府虽然也派人去抓过他，但是因为他武功高强，所以都没抓到。乙祚有一个姐姐叫乙许，她是一位医生。有一次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生病，宫里的御医治不好病，最后就把乙许叫到宫里面为太后治病。结果乙许医术精湛，治好了太后的病。太后就问他，你家里面还有什么兄弟姐妹啊？乙许就说，我有个弟弟，但他整个人没有才能，而且整天游手好闲，不成大器，还经常做一些大逆不道的事情。太后以为他是谦虚，就让汉武帝给乙许的弟弟封官，结果乙祚就成为上党郡一个县令，后又升为长安县令。或许是他早期做强盗做出了经验，所以乙祚当官的时候反而是尽忠职守。乙祚非常的勤奋，特别是对那些土豪恶霸从来不手软的，可能这跟他早期自己做强盗有关系吧。作为一个铁面无私的官员，汉武帝听到之后对他还是相当满意的。后来乙祚的名气就越来越大，当地的百姓在乙祚的治理下也是安居乐业，他的政绩也非常的好。随着工作能力的提升，汉武帝就打算给他升官。公元前119年的时候，在汉朝北部边境，那个局势不太稳定，强盗横行，所以监狱里面有很多人。汉武帝打算让乙祚到那边去担任太守，以便平息那边的叛乱。乙祚到那边之后，一开始就去观察了监狱，发现监狱的管理太松弛了，很多犯人的亲属花点钱就可以随意进出。乙祚就发现这个情况不行，于是他就用他的铁血手段大力的整顿了一番，逮捕了那些参与行贿的连带捕了那些参与行贿的狱卒，并且把他们和那些囚犯一起问斩。据说乙祚到任第二天一下就杀了400多人，这种雷霆般的手段一下子就震惊了所有人，听到他的人个个胆战心惊了。乙祚这种铁腕的手段来被司马迁记载在《史记酷吏列传》中，是日捷报杀400余人，其后郡中不寒而栗，华民左立为质。这句话后来被引申成一个成语，就是不寒而栗，就因为乙祚太过心狠手辣。后来汉武帝秘密派遣人去告发富商，但乙祚不知情，他把那些告密者抓起来斩首了，结果汉武帝大怒，就杀了乙祚。乙祚虽然死了，但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成语，不寒而栗表示的意思就是非常害怕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吧？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